扑通，有人丢水沟。今天小羊之夜跟大家聊聊天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请问阁下职业是？我是算工程营造业。工程营造业是什么意思？好难的词、哦。就是当你看你不爽的时候，可以把你拖去，把你拖去埋，埋在那个大楼里面没有问题，这样子。哦，你说变成地基哦？哦，对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你说看谁不爽就把它变成地基哦？欸、原则上是没有问题。工程业它其实分很多，像你刚刚讲的钢筋水，你是属于算泥作业，我是算做铝门窗跟外墙帷幕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有黑道背景是怎样？没有黑道背景、啊。我没有黑道背景的、啊。我们的职称叫工务，工地是工地的工，然后务是业务的务，然后我们是负责，就是公司接的 case， 他会派一个人去现场 handle 所有的东西。你们是从打地基开始，然后到整个房子盖好这样子吗？我们的项目的话，原则上打地基我们就会准备进去，因为我们要做所谓的预埋件，就是把铁埋在 RC， 埋在土里面，这样强度才够。然后到完工就会留一两个人做最后的收尾，因为就是说业心你要买这一间，业主跟你交屋之后，这个才会算完成，我们才能退场。啊，一般工程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呢、啊？就是做一个案子，平均的、啊，不用，应该是每个不一样，但平均的话，一年以上差不多啦，都差最少都要一年啊？真假的？是算一天的工钱吗？还是整个案子下来的分润？哦，我是月薪。啊，你是月薪，所以是正职人员。哎，我是正职人员，但是每个公司不一样，但是我有加班费啊，所以我薪水还蛮、oh. 还 OK 了， oh. 不然怎么送订阅？说的也是，算是讲到重点了啦，没错啦。不然怎么养你？都感觉你快饿死了。不会不会，我过得很好。危险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？基本上，因为我们都是在算是半户外，因为我们要做户外的东西嘛，所以我人会站在阳台的边边。当它还没有完成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围篱的。一下去就是从30楼，我们现在目前是盖到31楼，31楼就直接下去了。哎，看你们没有什么绳索或是什么防护措施哦？有，我们有所谓的安全绳，但是基本上那个东西分成两种，一种叫简易式的，一种叫做复杂式的。简易式的呢，基本上那个就是完全没有屁用。那请问你弄它干嘛？它就是挂在腰带上，可是当你如果真的掉下去的话，只有三种可能。第一个，你运气很好很好很好，你人没有下去，就被他拉住就对了。你腰带还在上面，但是你人从腰带中间溜出去了。干。第三种可能就是冲击力过大，你的腰直接断掉。哈，干，好危险哦！所以这个的保险应该都要保超高吧？还好啊，我看聊天室有说全身是，但是第一个它很重。全身是全部给吸加起来大概快5公斤吧，再來是它移动其实很不方便。月黑有说就是真的是做给公安看的。哦，你说那个简易室就是给他们，哎、欸，我们有这个哦，哦，好好。对，就是我、哦、我还是在室内，然后他们拍照就是，哎、欸，我在室内哦，都没事这样子。人在31楼的突出去的鹰架上面，我在安装那个安全网。Oh my god！ 因为没有人要装，然后它就是一个鹰架的摆在上面，然后它是飞出去的，所以如果垮了，我就是从31楼飞下去。哎、欸，31楼。我看下去应该东西已经变蛮小了吧，很小、啊、我现在在我们工地的楼上30楼，可以看到美丽华，可以看到101啊。那有惧高症的不就死都不能上去啊？对啊，啊，所以你是还好还是微微？我还好啊，我相信在你的台的聊天室大家在天台也站习惯了吧。看哪会啊，你也是天台的一员哦。我跳蛮多次的啦，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。不是，你们不要看这一台，然后讲话就变这样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你们本来讲话应该还是老实忠厚的吧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哎，想问一下，你这个职业大概是从事多久？做了快10年了吧？哦，快10年哦，怎么接触到这个工作的、啊？一开始只想说做一个简单，就是画图，然后后来就开始莫名其妙就开始去跑工地，那跑着跑着就这样做了。哎，我有一件事情想问呢、欸，因为其实台湾就是没多大个地方。一直还是有空地可以盖楼或者是做这样的工程吗？很多啊，很多啊。像我现在目前负责的叫做国宅都更，那它就是一块地盖3栋楼。然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也是新闻，我现在讲的都是可以讲的，你们不用紧张。我现在负责的那个案子，他们现在的租户一户是2.5亿，月薪有没有考虑要买一下？干，2.5万我可能都买不起了。
2.5亿是沙小，干里面多大啊？40平左右。你说他妈一个空屋哦？啊，对，40平的空屋进去啥都没，然后你要卖我2.5亿哦？回到家你可以从停车场直接坐电梯上来。不是管我屁事啊！我才不管他装电梯还是沙小。哦，2.5亿，哎，因为你看他在忠孝复兴嘛，他旁边就是收购啊，精华地段。发现是观众如果真的缺钱的话，欢迎进入工程业，薪水很高的啦。我们有师傅做外墙的，他每天只要拆保鲜膜而已，然后一天就8000，有点像那个蜘蛛人一样，然后垂降一根绳子下来，然后把那个保鲜膜撕掉。哦，然后这样子撕一天是8000块，8000，5000到8000。如果你是技术工，就是你是可以自己独立作业，譬如说你可以电焊，一天就是3500。最贵的话是超级技术工，像他就是有牌的。就譬如说他们有所谓的焊接电焊牌啊，有的牌的一个月焊接多少公分，然后去算的，他焊接1公分是500块。各位，真正用公分来算的工作来了。对，1公分是500块，然后他最高纪录一个月领17万。哇哦，可是那个很累，因为你焊接像我们都是高空作业，然后那个焊接的烟其实是有毒的啊。真假的？对，所以他们会戴面罩。我以为面罩是那个光，没有光也有，但是那个气体是有毒的，所以那个有职业伤害。哈，真假的？不然你以为钱那么好赚？哎，那你的工作会有职业伤害吗？多少还是有啊，因为像我们很常搬东西啊，所以我手很常受伤啊，很热，我们又必须得穿长袖，有短袖也可以，但是你身体会起疹子，然后你全身都是热的。哎，你们如果要戴口罩搬东西，啊，不就是喘到靠背？啊，所以都要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拿下来，不然真的会死掉。可恶，防疫破口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工地都喝阿比套那个？哎，原则上不可以喝，不可以携带酒精性饮料进去。哎，对哦，阿比是酒精的饮料。对对对，不可以喝。啊，实际上我不知道，至少我没有喝。还要公开澄清一下。对的。那你平常都喝啥？有一个白痴实况主代言那个天域啊，害我现在狂喝纯芝茶。你说天域有跟纯芝茶合作，有序号，好香哦。我已经买了快200瓶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没有抽到那个衣服。还有工地师傅很多，都送师傅喝。喝茶，欸，我跟你讲一下，点工会，点工真的会。我们很多点工都之前都住在基隆。什么喝茶？基隆跟万华很多。好喝哦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去。所以那时候你说你们会揪团哦？哎，下班嘞，一起喝个茶。之前那个万华的案子一爆出来，他们点工公司快吓死了，所有的点工都去，马上立刻排队去筛检。所以你自己是没喝过？我当然没有啊。多小。不是，你承认也没关系哦，我们又不会怎么样。目前预计这工作会继续做下去吗？应该会吧。感觉你好像蛮喜欢的啊，其实。没办法，就已经误入歧途了，就跟看粤西台一样，已经误入歧途了，就只能走下去了。看你明明就也有看别人的台，好吗？对嘞。那你这样子有什么时间可以看实况啊？你不就是从早上8点，然后工作到5点，然后就是要加班，8点多回到家才能看啊！啊，就是有个智障妈，每次都下午开台，不知道开三小啊，我都在上班啊。不是哦，下午开就是早上做完事就差不多该开台了，晚上要吃饭哦。妈，晚上都不开，啊，白天一直开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假日也不开。你有在工地遇过有看实况的人吗？有哦。是刚好是配合的厂商，然后再跟他讲事情，然后可能要传赖，然后他就传了我一个自由新政的图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有看哦？”我就自由新政的图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安全措施，对，全副式安全带，110公斤。哇操，这多大？是110，快就110公斤。我传一张照片，这个温度1000多度，这边有1000度哦。欸，1000多度，人的一生可以碰一次哦。这个叫氧气乙炔，它是两种气体混合，然后用火点燃去切割。哇，风好大，好恐怖哦！
这是31楼同事在工地里面，刚好被人家拍照拍到抽烟没戴口罩，然后反正就是离离口口加一加，20000。哈，这会被检举哦。对，因为工地有劳安，就是20000。你说会有那个风纪股长会巡逻？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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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。美其名是要保障劳工的安全嘛，实际上就是在找麻烦吗？不能这样讲啊。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。不能这样讲，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安全，就跟图奇一样，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所以他不让大家播奇怪的影片。哦，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。哇，你是个成熟大人哎，你好社会化哦。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。就是个不成熟的小屁孩，没出过社会，在那边口无遮拦，谨慎发言。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嗯，我们的工作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们说危险，其实这危风险性很高啊。那、啊、你有发生过什么好笑的事情吗？下午6点多，就看到对面那栋大楼的楼顶有一个妹妹在游泳池在泡澡啊。为什么对面有游泳池？充气式游泳池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说在阳台，然后自己用一个游泳池哦？不是阳台，不是阳台，是屋顶。屋顶啊，顶楼顶楼。在我们在工作热得要死，然后他们全家在那边吃海底捞啊，然后就很不爽，就会想要丢东西下去啊。你说你在那边很辛苦，然后隔壁在那边吃海底捞，看就盖堵栏哦。就很堵栏那样子，就很不爽。感谢路西法的分享，谢谢。不会，拜拜。叶西，我把照片传在 LINE 的，你可以。你说有妹妹的，真的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人啊！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